也去代表台湾啊，去香港去代表台湾，还有我的人。啊，柯小姐呢？啊，我的也有份。啊，这个我们有吗？啊，一个人台湾演讲，我四季都。啊，一气呵背。啊，昨天去多一个华人老弟，先叫我一面我面，啥都来。这丢出去也是，一时间可能同时也有事，你知道吗？一句时代啊，叫真文武啊，就绝对不分气，是吧？啊，你要了解到伊，甲你头头到一点解，是吧？不对，啊，做了明白，哦，一阵三十万亿，就得了啦。啊，现在阿姨你看嘞。啊，这个环境哦，那安怎样？啊，所解释，啊，所导引着。哎，这个，这细条的这个这这大的五水桥，啊，五水桥这大的就用啥都发条的条款来。啊，导引，所以后背文明一代就是这个开始危机。哦，所以也哎，这个环境哦，你台湾哦，贡献真大。啊，个，我话我咱真切，啊，咱真切，啊，三十八个时间，我说伊台湾迄个有几关，叫西，爱关一百个，就是叫黄金帽。啊，这黄金帽是咱可老的扣，底下不扣。啊，我有这个代志哦。这个出口发生是伫民国三十八年，到二十外，迄阵我到黄金矿两个年代中自由，伫一间迄个缝衣机，老家缝衣机迄个大太太开头，老丁上过台，啊，我伫遐已经办到伫遐啊办一阵，哎，到二十外时，爆炸就来，就搞起来三大个。啊，我迄阵子啊，困也困着，咱这个日式这个厝吼，拢榻榻米，啊，有迄个乌丝的，你大概知影？我啊，讲乌丝啦，我啊会使困袂，会使困着。啊，伊内底个看看，我真多时候我都会困去啦。啊，半夜四点半，啊，全无满全堆沙。啊，阮九月十五出口三，啊，咱河南九月十八转去大陆，哦，我当听的我是足实，足实。啊，出口啊，你放放的，你这你放放的转转去啊，转嘛都没有。啊，个这个这个，一个黄金多，啊转，啊转台台湾。